遇到问题呢，是在使用幸福机器罐它会跳页的话怎么办呢？我们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处理哈。这个是 PPT， 然后把 PPT 这里设新增动画，任何一个动画就可以了。好，设一个动画之后，原来的按一下点一下，点成接续前动画，然后每一页做完之后，然后我们跳出去看看。好，这个每一个都是先点一下，然后因为这个已经是接续前动画了，接续前动画。OK， 那这样做好后，来我们来试试看，好，来试头看看。好，这样怎么投都不会有跳页的问题，因为它已经是一个动画了哈。好 ，OK， 好，这样，好，所以这样就非常方便了，不会因为弹跳的问题造成一些困扰。哎，后面 OK 啊，后面已经做好了。哎，好，再来。好，那这个就是如果小朋友要需要到这么小的话，就把它移到旁边去。好，那我们就看到荧幕上就会有变化，就可以利用这样去改进 PPT 的方式会比较快。好，谢谢两位，来看一下镜头。